看看这个我馋好久的油面筋呢，今天终于能吃着了。哎呀，我这里还挺好的，碎的少。这个是玫瑰姐提前给我调好的肉馅儿，然后我都装到这个塑料袋里了。待会儿把这个几个小口往里一挤，容易灌。这玩意儿我没做过啊，我头回接触这玩意儿，我尝试着做，希望别翻车。下圆球子，一下想起来那个印度美食。那个脆球其实我也挺馋的，哎呀，看这大球子，这玩意儿是我在那个橙色小软件上买的啊，我不知道你们说的橙色小软件指的是啥，我那是某宝。好，我就做一袋吧，还有2袋呢，找个小口，这玩意儿说是搁手指头给它掏窟窿，然后上里豁楞2圈。我试试啊，我这大拇指头有点大。哎呦，它这里边还挺厚实呢。说说咯楞咯楞吧，灌的肉馅儿能多一点。喂，这就相当于裱花袋了呗。好嘞，一个就完成了。我再弄一个，我就不排了。上里和了和了啊，和的时候得加小心点，我看。哎呦，这里边是海绵状组织啊，再挤一个，OK，你瞅啥呀，壮眼人，你想吃吗？这个叫油面筋，油面筋，你知道吗？你是不是想玩这球啊？不能给你，这是食物，不能给你玩啊。给你就浪费了，浪费食物等于犯罪啊！欢迎大家来到肉姐的美食频道。今天我吃的是这些，等等，做梦都想吃的油面筋塞肉啊！今天终于能吃上了。这个是辣椒皮蛋。今天做这两样菜合不合你们胃口啊？反正我是挺馋的。话不多说，我要开动了啊！八零的，先来一个油面筋呢。哇，好香啊！满满的肉香啊！一口咬下去，里边都爆汁儿。那个窟窿眼儿千万别掏的太大，我这底下是面。吃完吃米饭对哈，但我挺想吃面条的。下回你们可以试一试油面筋底下铺这个面条，也好吃。我这头回做，下回我再多搁点汤。我这肉馅属实是没少塞呀。
这辣椒煎的糊个圈的才好吃呢。皮蛋，我们把这个辣椒切成段，就这样整个煎的。这辣椒煎完一点都不辣，可香了。连籽儿一起吃的，哇！我年前呢，一定得再囤一点儿，这要是过年啥的做这个多好吃。没吃过的吧，还觉得挺新颖的。大白菜，下面这层油皮儿太好吃了。香蕉牛奶，哇，下次我试一下往这个油面筋里面塞虾滑，哎，油面筋里面能不能塞点香菇啊？
卡路里充值成功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